饼，对，就那。欢迎回来老少与马林的频道，我们频道主要做的是传统庙会以及国内外旅游，对这类有兴趣的欢迎订阅一起交流哦。所以是癸卯年，大家把主绕进进香，我们从南瑶宫再出发，稍微休息后整装再出发，我们开始跑第二天的行程。妈祖还离南瑶宫很远很远，但也有满满的人，而管制今年做得非常的好，动线非常的固定，互相不会推挤混乱，真的是蛮棒的。来到本次第34间庙宇，主祀天上圣母的彰化南瑶宫，也是第一天会住驾的庙宇。只是今年真的太疲累了，记得进来短短几分钟，马上又出发了。想看妈祖进庙画面的话，资讯栏有帮大家抓出来哦。来到本次第35间庙宇，主祀王母娘娘的彰化玉凤宫。来到本次第36间庙宇，主祀观世音菩萨的彰化修水岩。沿路都会有这个指引香路，对于路线不熟的新手，真的非常的需要。每年都来给彩蝶点心站招待，从先锋影片就可以看到，他们是从清晨忙到白天，现在又忙到半夜，一路的服务享客，而且不管什么时候都超有活力、超热情，东西又超好吃，我都忘记我正在吃素的感觉了，真的是谢谢你们。来到本次第37间庙宇，主祀玄天上帝的大春太微殿。来到本次第38间庙宇，主祀福德正神武营将军的园林福音宫，回圣也会经过此庙宇哦。每年都会来给嘉义新草鱼汤砂锅菜招待芋头米粉，本身是不太吃芋头的，但正见的汤头非常的香，芋头味也不会太重，而且里面的芋头喜欢吃的人都说超好吃，好吃。今年还有增加了芋头粥，所以如果平常有经过园林，不妨也停下车捧场一下，也谢谢你们提供这么好吃的宵夜给香客。有人已经在开吃了，真的是哦，真的是很会吃呢。如何？汤很好喝，汤好喝，如何？好喝了，今年的好，超好。第二碗呢、哦？左会吃，左会吃宵夜卡。还没有一个、啊，我要去吃第三碗。第三碗呢、哦？好像不小心被他发现我很爱喝汤，他给我好多碗。你是来喝汤的，好吗？
那个比一个荒谬。有没有一个？我都没有。我今天第一餐啊。哎呀。过十二点之后的第一餐。然后才的确是十二点。我的汤真的很。你看，这汤真的很多哎。我第一餐啊，我吃粥。吃粥。对。嗯。好，慢慢拍啊。你在干嘛？三碗。来这里没有吃三碗，不要说你有来过，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要吃五碗？刚刚彩蝶吃了两碗了，加起来五碗。来啦，本次第39间庙宇，主是天上圣母的园林福宁宫，也有许多人会选择在此下马稍作休息。对了，如果想看全庙宇的影片，资讯栏也有整理给大家，未来做功课使用。来到本次第40间庙宇，主是三山国王的永靖永安宫。来到本次第41间庙宇，主是天上圣母的永靖甘肃宫临时行宫，今年也有于回程时到庙里参拜，回程影片再带大家来看。来啦，本次第42间庙宇，主是华严三圣的北斗华严寺。来到本次第43间庙宇，主是天上圣母的北斗殿安宫，也是回程住驾的庙宇。来到本次第44间庙宇，主是天上圣母的东罗开济主庙天后宫。来到本次第45间庙宇，主是财神爷五路财神的西周五元宫。来喝阿伯的甘蔗汁，超好喝。来到本次第46间庙，主是关圣帝君的西周圣安宫。每年阿伯都会在这边准备甘甜好喝的甘蔗汁给大家喝，而且还有加柠檬，真的是这次阿伯真的好好喝哦。超好喝的甘蔗汁，刚才叫我搞钱啊，就他那一车没了就没了，他应该是从早上开始下，下个什么多烫的嘞，烫了都晚上大概3点吧，等一下2点多3点那边。你有在录吗？有、啊。不是有人说要来喝，喝去哪？在那边很累，回家吧。
谁？找一个姓余的，不知道叫什么，不知道是谁。来到本次第47间庙宇，主祀苏府千岁的西周复兴宫。今天因为要打卡全庙宇 ，APP 的规定是表定抵达时间的前后8小时才会开放给予打卡，所以到此时已经刚好提早8小时的极限了，在此就告一个小段落好了。下一集将会有慢慢的正头与参拜庙宇，敬请期待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就下一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